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faithful in serving the Lord. 在去年十一月，我们选出了这个今年这个执事们。 Last October, we elected new deacons for this year. 我们今天会对新的执事举行祭祖之礼。 And today we'd like to install these new deacons. 我们请这几位新传上的执事胡丁山、马汉龙人跟王亮弟兄站在台前。 We ask Brother John Hu, Pan Lin Pan, and Wang Pan to come forward. 我们请其他的执事们都站在台上，站在我后面，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And we ask the rest of the deacons to stand on the pulpit to show their support.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执事啊，今天可以看清楚他们。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向外界执事们祷告，也常常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为教会很花很多时间精神很忠心很努力，应该大家很尊敬他们啊。那我们以下我们请先请我们执事的主席李斌弟兄来读几段经文。 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四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新移民化的犹太人向西班牙人来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罗马书12章1到8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 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途。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为你们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2章26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设立一个职分，原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帮助众弟兄姐妹成长。今天胡金生弟兄、潘荣仁弟兄、王仁弟兄，我们三位弟兄，你们今天蒙召作为一个教会执事，因为要尊重这个职分，表明这个职分跟教会关系的重要，我今天在上帝面前问你们，你们要很诚实来回答我。 你们愿意依靠上帝的大能，忠心的担负这个执事的责任吗？假如愿意，就说我愿意。你们愿意按照本会的章程尽你们的责任，并且在言语行为上做会中的好榜样吗？假如愿意，就说我愿意。
好，你们既然愿意依赖上帝的大能担负这个责任，我现在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授予你们这个执事的职分，任期到2018年的年底。愿你们借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能够遵循你们今天所应许的话，恒心忍耐，尽你们的职责。你们要记得，凡用爱心行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行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有一天，你们要站在天父面前，要必要得到他的赏赐。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看见这三位弟兄已经按照教会的规矩领受了执事的职分，他们愿意在福音上归出来努力，在这个教会当中做众人的仆人。你们应当按照主的教训来尊重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在你们中间的服事对教会能够有益处，能够讨上帝天父的喜悦。我们大家一起同心为他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拣选的这几位弟兄起来当选当为执事，在教会当中做仆人，能够在这里服侍众弟兄姐妹，能够建立教会。主，愿你自己恩待他们，主，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愿他们这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主的恩典能力，也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求你自己所赐的诸般的恩惠，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尽他们的本分。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懂得怎么尊重他们、爱护他们，跟他们一起彼此配搭，就让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服事能够跟我们一起能够同辈建立，能够主的美的荣耀，就教会能够兴旺。主，愿你恩待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恩待这几位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执事，恩待吴定生弟兄、巴龙兰弟兄、王兰弟兄，我们恭敬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仰望主，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为他们鼓掌和欣赏。好，请大家好。我们台上这个哈森弟兄和陈家顺弟兄跟 Jeff 弟兄呢，他们是今年的新人年纪任满了哈，他们已经为教会服侍了很多年，我们也为他们感谢，我们也为他们鼓掌。他也只是来这里认的哈，所以你认得他们有什么需要、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他们能够联系。我再说，我们真的感谢主，有一群非常爱主也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是为教会。